所以我们在世间，现在这个身体住在世间，认真努力断恶修善，绝不希求这个世间的福报。啊，我们修的这个福到哪里想呢？到极乐世界去想。啊，那我修的这个福不大了。极乐世界人福太大了，没错，我这一点小福到了极乐世界就变成大福了。啊，这小的因呢，到极乐世界就变成大福了。可是没有这个小福的因呢，极乐世界去不了。啊，你看佛在经上介绍给我们，西方极乐世界，啊，那一边呢都是诸上善人聚会一处。什么叫上善呢？这个人心善、念善、行善，就是这个经上所讲的昼夜常念善法、思维善法、观察善法，这就是上善了。